好哦，可以的。是国际巨星丹妮表姐吗？是是是，请说，有什么事呢？就最大问题，说我穿不穿得下？哎，别骂嗓，我就直接打电话骂你哦。因为我刚好在办公室听到你这次是要来讨论10月16时装周的一些穿搭吗？对，我第一次跟时尚接轨，你知道吗？以前离时尚很 far 很远。可是我看你赫莲娜那组黑色瓶口洋装超辣超时尚的。谢谢谢谢，各大品牌看到我吗？我也是可以时尚可以 fashion 的，但是你知道我也是我的苦恼，因为精品的 sample 衣服都爆小。对，差点讲脏话，都爆笑。我想说是给人穿的。对，我想说，难不成我是要裸体吗？真的很紧张哎，怎么办？那你们刚刚讨论的如何？就是有定点几个方向，但是都还在看，就到底要哪一个方向？因为我就真的很怕我裸体，因为我就最大的问题说我穿不穿得下。你们找一个那么大尺码人来对吗？我是用台湾的金卡戴珊，对，台湾的金卡戴珊，或台湾的 J Lo， 就是我本人。刚刚讨论的哦，就是有给一些哦，但都是给一些很超模的东西耶。我想说，我能吗？真的是要逼死你耶！对呀、啊，你都不知道我之前拍广告的时候，然后就品牌就那个反正就拍杂志的时候，然后寄了很多精品衣服，然后我就在那个更衣间想说，那裙子一穿上来，哎，脱不下去，我怎么办？怎么办？不知道要不要出来？怎么办？我想说这是几万块，我卖身了嘛，我卖身了，后来急中生智，整个往上脱，这个。对，真的我有多紧张。那你这次对于我们的云上时尚大秀有什么想象吗？想象吗？因为他是说是自由式嘛，时尚自由式，没有错。对，我想说好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出来的话，那表示我就可以不要局限在我平常穿衣服的框架，豁出去。对，我应该穿得很不一样啊。但是就是你知道最大宗旨就是穿得下，很窝囊，很怕穿不下。对，但是我希望就是在自由跟穿得下之间可以取到一个交叉点。很顶尖的时髦，就是我平常时髦，对，就是完全不是平常，就是一看就是哦，这女的真的是来看秀的样子，就是我、哦、到巴黎时装周那样子，你知道台湾 J Lo 就对了，对，就是时装周，我来了。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高大上，嗯、台湾 J Lo， 然后要有自由，然后有穿搭的感觉。Yes。那我觉得你现在要不要跟我出去看一下？好啊，你们帮我准备了吗？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想要什么。好。哇，你们，我刚才开会的时候不长这样哎、欸，你瞬间是不是？你瞬间准备好这么多东西，请问一下这位很帅的大哥是谁呢？而且我跟你说，这次不是大哥，是我们的造型师瑞。那我在现场，我现在人在上海，不好意思。是是是，这次就是邀请到他来帮你做一个改造。哦，瑞你好，你好，我是丹妮表姐。报个邀请就很感谢，但是就是因为我人现在不在台湾，我的人在上海，就是应该就是我赚在云端这样。对，但没关系，但我觉得你很倒霉，因为你负责到我大概是你所有碰触到的人类当中要穿你衣服里面体型最大的一位。其实也还好啦，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就是比较 curvy 的女性他们的服装，然后他们都也都诠释得非常非常好。真的吗？因为你知道我这人最大的那个困扰点就是。然后时尚的衣服应该穿不下，所以我这样看下，这是您的作品对不对？哎，有往季的作品跟当季的作品，哎，对，这个我穿得下，我好开心。当然，你要不要看一下背面？哎，背面这是怎样设计理念呢？这个还有进步。这一款的话出现的颜色红色，其实是我们品牌就是很常出现的颜色，红色。然后这一款的话，就是前面就是一个正常的衬衫的设计，然后后面有一个就是大惊喜，背后挖空。来，惊喜是啥？惊喜是啥？哎，全空哎、欸，这边全空哎、欸，对耶，对耶。所以如果说你这样看的是，哎、欸，好像就是包紧紧，但一看背面，哎、欸，全裸。哎、欸，像这个，哎、欸，黄色我也是很少穿哎、欸。个人没有在穿黄色，这件是怎么样？你有看到那个领口吗？袖口对，对，很可爱。黄色也是我们品牌常用的颜色，只基本上我们品牌常用的颜色就是红色、黑色跟黄色这三个颜色。常做的西装款是变成短版的，然后在胸口的口袋有做一个对比的拼接。哦，也是真的就是科技耶，很科技，就是这样一套的吗？科技很科技。对，它也是一套的全套的打底衫的裤子。然后闪亮的元素基本上在我们品牌上它也会出现，就是在每季都会看到不同样子的闪亮亮的面料。然后因为我们品牌就是设计的对象都包含喜欢去 party， 然后希望被注视到别的女孩或者是男孩们，对。
这一套很难，这套我觉得完全贝拉哈迪一定有，就是 GG 哈迪或贝拉哈迪，他们一定穿过，因为他们那种超模都在穿这种，你知道反光，然后很紧的那种，我从来没有穿过哎、欸，我等一下是要穿哪一套呢？他帮我配哪一套？是该不是这套吧？想要特别穿哪一套吗？我觉得这套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这辈子没有穿过这个材质的，超贴，就是全都露。怎么办？怎么办？万一穿起来，等一下是不是很像？等一下很绑蚂蚱怎么办？哎、欸，变蚂蚱，我就直接打电话骂你哦、喔！时髦，时髦。可以，应该可以吧？可以吗？可以啦，可以啦。好，我试试看。我们试试看、欸。我人生最大的突破交给瑞喽。表姐准备这套服装的原因，其实它虽然整套它穿起来看起来好像全身都被包覆住了，但它其实有一个反差的效果，是让它整个身材跟线条看起来非常的性感。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可以让它成为众人的焦点，它一进去到任何场合，就是都是闪亮亮，然后大家都会看到。Rachel 这个品牌其实是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那时候我其实还是一个研究生。回归到我们品牌的核心价值，我们品牌一直在做的是，就是服装是没有性别界限的，所以男孩、女孩或者是无性别 non-binary 族群都可以穿。然后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不管你是哪一种的肤色、性倾向等等的，都可以穿着我们的服装。Set me free or give me death, yeah. Living good, I've been blessed, yeah. Shout out all my enemies, all the best. You can set me free or give me death, man. I'm on my way, yeah. Y'all can find out, you on timeout. You been dealing with the devil, where you sign at? Yeah, oh lord, you getting financed. Me, I'm talking all this shit, baby, that's where my mind at. Try that, yeah, me, I threw my money down. And you know that it's good, we can skip the run around. And I don't need no yes, man, I'm all the way down. Yo, and I am not for sale, that's in case you couldn't tell. But y'all know better now.哎，表姐，你现在真的就是贝拉哈迪上身，是那个台湾表拉哈迪耶，没有在开玩笑的。我这辈子没有做过这样子的造型耶，以前我觉得就是哇，我可能这辈子离什么时装周什么可能很远，你知道吗？突然穿上这套，我觉得好像蛮近的嘛，我就在里面的人，我是，我现在应该是霸气万千吧。那瑞呢？瑞，你觉得这次的改造还可以吗？我觉得非常满意，而且表姐完全可以驾驭这个热，真的就是像我刚刚预期的，你完全可以驾驭这个热，而且你现在就是待会一辈子穿的是 party 啦、啊，对不对？现在可惜现在没有 party， 太可惜了。对，我觉得我很90年代，我很喜欢，我超爱这套造型，感谢。那瑞，你觉得表姐这套造型的重点会是哪一个地方？重点，嗯，对，就是巨星了。那台北时装周呢，往年都是实体的秀，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就在家，然后线上呢也可以看秀。那我们压轴大秀呢是在10月16号，所以呢大家呢在家明天呢可以打扮的就美美的，像我一样，就是你知道这样在家，希望爸妈不要觉得我很神经病。但是呢，我想我们人就气势要出来，我们大家穿的美美的，你自己喜欢的造型，自由式，跟我们一起在家看10月16号的压轴大秀哦。再见，拜拜。